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，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。记住了，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，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，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。有一个小笑话，说现代人夫妻啊彼此怀疑对方啊。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，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，有次吵架之后，妻子一气之下就毒死了老公。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，她老公叹气道：哎呀老婆呀，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，竟然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要是我惹你生气，你可不要学他哦。他老婆说：唉，现在的新闻报道啊，怎么一点都不详细的，也不说说毒死他老公到底用的是哪种药。